咪就係宣傳呢一個嘅電影啊！我期待咗好耐啦，都係啊。咁梗係你宣傳電影，係宣傳啊《風再起時》，因為都拍咗都5年㗎啦，咁所以都好期待。咁同埋自己有份參與咁大型嘅製作，咁同埋兩位影帝一齊去合作，其實係好榮幸嘅事嚟嘅。咁今日當然係要嚟宣傳支持呢部電影啦。對手戲多唔多？同兩位？我同阿王比較多啲嚇，咁啊可能係梁朝偉，咁其實可能係有同一場戲，但係就可能槍戰咁，但係就見唔到一面咁嗰啲咯。咁所以就同阿王嘅戲比較多啲。可唔可以講下佢嘅角色係？我的角色啊，唉，從來冇見過噶，你哋係啊，即係你唔係就警察，就係一個好即係好反嘅角色咯。咁所以我覺得都好期待自己嘅演出。有冇邊一個場口特別深刻的？場口深刻就同阿王都好深刻噶啦，即係你同天王同埋影帝一齊去合作。咁其實最深刻就唔係喺拍攝嘅鏡頭裏邊咯。是在我當日去到現場拍的時候，我第一次拍戲，他一坐下他就即係佢嗰啲眼神，我係咪好得罪佢咧？咁其實唔係，其實原來佢入緊戲。咁你講聲啊嘛，影帝，你嚇親我啊！咁即係知道會係咁樣咯。咁其實我又覺得，一去到落車同佢打招呼，同導演打招呼嘅同時，其實我又學到嘢喎，咁咯。係 ，Jenna， 你嘅老公好勁嘅喎，係劇透少少，男公係四大探長咁啊就今次就係好開好榮幸啦 ，Tommy 哥喺戲入面可以做到即係我老公啦，咁跟住就好搞笑嘅，因為拍嗰陣時咧，我啱啱智慧齒就痛就係要摸，咁我就要去醫院度摸智慧齒。跟住咧，阿 Tony 哥就好有心，每一次幫你摸，每一次話：你啲牙好翻未啊？咁真係好有心。仲流緊血啊！喂，能夠做阿 Tony 嘅妻子，會唔會好大壓力？定係即係其實都好緊張成件事？好大壓力啊！就好緊張咯，好緊張咯。咁仲有一場 kiss 添，好緊張。我都想啊！好緊張。有冇開心到瞓唔著啊？即係有一啲即係口腔嘅一啲即係茶啊咁。但你摸完智慧齒就聲啦，唔係啊嘛？大啦應該。哇！有陣血味喎，即係亞洲病嗰啲味。食屎啊！破壞，我哋咁嘅。興奮嘅心情咧，咁角色上有冇咩挑戰性？角色上其實因為我記得最尾係有一個連帽裝，因為就講翻去翻。即係差唔多走嘅時候，那個我覺得幾嗰陣時係唔想太透露得太多劇情，因為佢都唔係好記得啦，因為我都未睇，佢自己又唔係好記得，5年前喎，你諗下，係咯，即係近排香港嘅電影咧，好蓬勃啦，會唔會對呢一套電影都特別有信心？咁梗係當然有信心啦，兩個影帝一齊去一部咁大型嘅電影，咁有其他咁好演員，譚哥啊，咁其實好多太保哥啊，咁其實唔止兩個影帝添啊，三個影帝，係咁，所以咁我其實好有信心可以攞到好好嘅票房。咁我其實其他嘅幾部高票房嘅電影我都睇過，其實都拍得好好，劇本寫得好好。咁所以攞到首映一定。票房大賣先啦，咁即係你大賣先可以多啲去再運作、再投資咁樣噶嘛，咁咯。咁你劇本好好，咁啊，我對香港電影好有信心，支持香港電影。咁似呢部戲喺國內上映先啦，自己會唔係同步？係同步。同步㗎。咁會唔會都大家都會去海外宣傳？如果導演要求我哋要去嘅，我必定要去，我一定會支持。嗯，係。喂，等等啊，靜一靜先，咪先。係。係。Yeah。 鏡頭喺前邊喎。但係你翻導演喎，尷尬。我冇，好開心啊！見翻你，好耐冇見啊，好耐冇見，係好耐冇見，好耐冇見啊，係都。我就差唔多，係。但係今次見到阿胡，即係 stay high 都係咁樣啦。即係分享之後都係。哦，好朋友，咁同埋都要恭喜到真係大家都期待咗咁耐嘅《風再起時》係終於可以今日上畫，係。同埋希望可以攞多啲獎咯，係。
即係嚟啦。係內地節目嗰度，我哋係咪冷唔冷靜啊？咁樣啊？咩冷唔冷靜啊？好唔冷靜咩？你做咗啲咩啊？唔係啊，我覺得其實係一個性情難卻嘅時候衝勾而出嘅讚美嘅説話嚟嘅啫。咁我覺得，咦又無傷大雅喎。咁其實即係得啖笑咯，係嘛？咁佢真係好勁啊嘛，阿順哥。唔係就其實我覺得又譯翻嚟又幾啱嘅喎個音咁樣，我覺得係又一個宣傳效果，係嘛？唔止我講㗎話呢句嘢咁咯。你大我大我 OK 咁啊，一個讚美嘅説話嚟嘅，又唔係鬧人咁咯。咁啊衝口而出咁性情難卻，咁真係阿順哥真係唱歌真係好勁啊嘛，係咪？好了 OK, thank you. 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